是问答。那还要问？哦，那是你问吧。行吧。有三四题和三四名。嗯。对，然后来了第一题，就是最终你和袁凯西坐前后桌，他用哪只手给你点赞？什么东西啊？他给我朋友圈点赞吗？就是剧里面有剧情，他给你点赞。剧情他没有给我朋友，我们玩 QQ 不玩朋友圈啊。前后桌他给你点赞了，左手你猜一个都行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我好像记得。我记得。他右手。左手。哦、嗯。好嘞，差不多，反正两只手嘛，不是右手就是左手。那李克红色篮球背心运动服上的数字是多少？我的天。十八，每人一支花。三三，这一环节你基本就输了啊！李贺和袁凯奇约会的时期呢，坐的是马，是什么动物？马。鸡。哦。然后，请一文与亲家吃饭时，桌上你的书的名字叫什么？你猜我猜不猜？我猜你不猜了，我猜你放弃了。这里回答起来了。之前发微博图文就说跳断了一亿的珍珠，请问那张图你手中珍珠有多少颗？二十家。都不好磕。都不好磕。先算你。算我赢吧。88颗，所以说不跳了，这是问答吗？然后真的最后道题了，透明的剑叫什么剑？透明的剑，亮剑。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？给我拉上来！抗体剑。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。还有一个特别加题，你想听吗？可以。也是第二个，热奶茶除了加冰，还能加什么变冻奶茶？加勒比海盗。那、啊、